现在我们带给大家评测的是来自马丁的2011年出品的特别限量版 Custom Shop D28M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爸爸们和妈妈们乐队，它是美国流行音乐史上的一支非常著名的乐队。那么可能有两首歌大家都听过，一个叫 California Dream加州福尼亚的梦想和 Dream Little Dream. All the leather run and the sky is gray.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Stopping to a churchI am passing along the way. Well, I'm gonna tell my knee, and I pretend to pray.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音孔里面是采用了双内标。那么一个呢是由马丁的第六代掌门人Seth Martin 和 Michelle Phillips 的这个签名，那么另外一个内标呢是乐队已经过世的三位成员的签名。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配置，面板呢采用的是欧洲陨山，贝斯板是采用的马达加斯加的玫瑰木，所以说叫第二把 M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Rosewood。它的琴颈呢采用的是 Generous Mahogany 一体式的桃花心木的琴颈，它的指板 Fingerboard 和它的琴码采用的是乌木 Ebony， 上弦枕的宽度呢差不多在 43.8 左右。琴的音孔镶嵌呢有鲍鱼母味的镶嵌，红灰色的亮光的经典色的雨滴型的护板。在我们的琴头我们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乐队四位成员两男两女的母味的镶嵌，金色的马尔丁的经典的 logo。 那么我们这支琴它的编号呢刚好是这限量100支里面的第100支，显得意义非常的特别。那么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支非常特别的 Martin D28 Mamas and the Papas 的声音的试听吧。